是幽默，女王的心意，一眼的星星，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？看我的心情，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，但不碰我皇冠。我一直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才慌乱，穿我的新衣，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。穿我的新衣，从来不敷衍人般的惊喜。穿我的新衣，希望每一天。走进九三创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然后喜欢肌肉可以给肌肉点一下关注，然后把我们无限无效还半天的预约给勾一下哦。我是那个不是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新衣，然后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有点点热，因为有点点累，然后我选一下下一支舞蹈好不好？以为，我把这个转一下，怎么转来着？我好像忘记了。啊，这里。大家选一下，第一个是女总统，第二个是古典舞，山外小楼夜听雨，然后第三个我的新衣是刚跳过的，第四个孤梦。大家在公屏上面扣一下，辛苦大家了。要喜欢的可以扣一下。第一个女总统是嗨一点的，然后第二个山外小楼夜听雨和第四个孤梦都是古典舞。好，那我们就跳第一个女总统。好的。大家可以点一下右下角进入的直播时通知勾一下，然后左上角五星五星还半天的预约勾一下，那个还有那个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第一次来就三起都干仗。找一下女总统。
好，那现在给大家唱唱女总统。Yeah, yeah, bye.等一下，在哪里？我把衣服给弄一下，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叫小啾啾，什么录像？录什么？993全网基站也有颜值舞蹈频道，然后喜欢啾啾的可以把啾啾的直播时通知给勾一下，谢谢各位。然后我们还有一支舞的时间，跳一支古典舞吧，好不好？
不是加黑妞，其实挺白的，因为在家里面，然后这边灯光打不出来效果，很绝望。我真的不黑的，你看，真的不，哎呦喂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黑的，哎，绝望。嗯，然后我们跳一支古典舞，我们就下去了。对，新主播求关注哦。跳最后一支古典舞，然后有喜欢肌肉的可以把肌肉的主播手动就勾一下。手机用户是左上角的小星星，电脑用户是右下角的主播手动支点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跳一个。跳一个小象，等等。